主席、副主席、乡长、两位秘书、各科室主管、各位代表、各位媒体朋友们，还有在场的乡亲们，大家好。好。康瑞台风重创本乡，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公所从开始成立应变中心，到目前 还在进行中的抢修工程、受灾乡民安置等等，都投入了所有的人力在运作，大家辛苦了。这次台风，本席亲自参与了物资募集、搬水、送水、送物资及协助清理家园工作，更感受到社会的热心与温暖都投送到我们卓溪乡。在此，本席要借由各媒体向此次前来帮忙的每一位善心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张俊议长、华人太子协会、威震爱心协会、漂流木公益协会、尤淑珍乡长、魏家燕市长、魏家贤议员、魏玉山造型工作室及其亲友们、玉里镇青年会、新宇营造、长布营造、一生企业社，谢谢你们第一时间送温暖到卓溪。其次是我们乡内的公益团体与热心青年，特别感谢新宇里理事长朱代、召集人杰星、志工招募花子、导演子昂、文旺大厨以及协会招募自愿前来的志工们，谢谢你们放下手边的工作，在没有任何酬劳的情况下投入灾区，一起搬水、送水、送物资，并到灾区亲自铲土、挖土，协助灾民清理家园，真的非常感谢。抢修的工程仍在持续中，比较大型的复建工程需要上级单位核定工作经费，这部分本席会持续追踪。以下有几件事情是乡亲们比较关注需尽快解决的部分，请建设科说明一下。好，第一个就不用回答，是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说了关于机械待命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一次那个机械待命，我真的觉得做的，因为你没有做嘛，所以就，然后乡长这一部分也有说他们后续会做那个机械待命。那我只是想说的是，唯一一处机械待命的重机械在清水，它在10月31号待命机械启动，11月1号第一台马上就调度了。然后它是我们第一个抢修的地方，我只是要强调机械待命真的很重要，而且它也是可以稳定我们开口的协力厂商，后面就不太会有一些调度重机械的问题。然后这部分就麻烦科长再注意一下。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就要请科长跟乡亲们说明。卓溪村目前50、60、70、80、90都已经停水半个多月了，造成生活非常不便。目前我知道90这边已经有部分做抢修，那其他抢修的状况跟预计可以恢复供水的时间，那请科长说明一下。主席还有我们的林代表在此这边说明一下哈。但是刚刚第一点的部分在这里我要严正的就是说更正刚刚李代表说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机械待命是已经是有的，而不是说没有作为，因为我们机械待命，我知道我是说重机械待命。对，因为刚刚那个昨天那个乡长也说了，早上乡长也说过这部分就这样子就好了。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更正，我们公所的作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可是你确实在各个部落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放嘛？都有。我希望的是每一个部落都要有一台重机械。但是这个部分是我们行政的作为的团队了哈、啊哦。那这个是有考量到所有的一个救灾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不是并没有做，是有做。那至于说是机械要放哪里，那这是我们公所行政团队的一个作为。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次抢修有做不到的地方，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虚心的接受。好，这个部分我就说完了。好，第二个，那目前减水的这个部分哈，据我这边了解的话，目前没有水的这个部分哈，就是我们的目前的这个我们的学校，好，学校这个部分没有水，好，学校这个部分呢，还有就是说我们代表会这边也没有水，就是七零啊，哎，对，七零代表会这边没有水，还有就是美会这边没有水，那其余的部分，我们的减水管理委员已经把所有往中正的这个管线都已经送过去了。这个、中正有水。对。现在是这个地方。对。五六七零都没有水啊。目前已经在抢修了，因为它的管线哈、哦，他们这个本身的管理委员哈、哦，已经经过这一次的哈、哦，这一次的这个部分，去抢修之后哈、哦，因为有些管线他们已经是乱接了，他们在现在在重新要把那些管线要把它找出来，所以说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目前他们也是在做这个努力，在去抢修，这次是减水管理委员，他们目前正在做，哎，所以说也很感谢那个卓西的减水管理委员，他们都在做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那有没有预计？因为我之前有请那个科长这边再协助两个人力过去，然后我也拜托金鼎也帮忙。那我们现在乡民想知道的是，大概还这个修复还要多长的时间？那也要看这个目前它的管线的这个状况，但是至少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正在抢修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尽快在这一两天让他们恢复了。好，那谢谢科长。然后再来就是第三点，那个我有想建议一件事情，就是花七三入口处的顺向坡，就是我们要往清水那个联络道路，每次台风或豪雨这地方都会垮。那我们去年有今年新设那个挡土墙跟拦石网嘛，可是没有成效，这一次一个台风它又没有了。然后本席建请公所评估新建钢构的明隧道，像当大清水明隧道那样子，成本低，施工快速。那这部分再请建设科这边，就是公所团队可能讨论一下。那明隧道这个部分，要不然每次垮每次修，那个经费也非常的庞大。这部分已经跟县府他们土木科已经研议了，他们目前也正在研议这个部分。好，就这样子。那这样谢谢科长。好，辉庭很肯定各位主管啊，可以科长，谢谢。辉庭很肯定各位主管在灾后工作的辛劳，在多重考量下，本席决定将其他的改成书面质询，请各位主管针对本席的书面质询，在星期五以前逐一回复，谢谢各位。以上是辉庭的质询，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辉庭代表哈，那请公所这边就是我们辉庭代表的书面质询，可以尽早回复。还有音乐可以放，好，我们先看这个。这是那个我做的一个小小的影片，就是感谢我们当时那个没有就是感谢当时帮我们的一些公益团体，这样短短的一分钟，快结束了，真的很感谢他们。好，我想在这边也补充报告了哈。那几天的时候，我们代表会有两个人力协助哈，我们的瑞燕跟瑞智哈都有帮忙哈，我在楼下哈帮忙扛这些水哈。那几天他们的水都手臂都 OK 了哈。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慧婷代表。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书面资料，那也请公所这边到时候是不是可以尽早回复哈？就如我们慧婷代表的，在星期五以前是不是？对，好，等一下那个秘书会发给各位。好，那就谢谢哈，我们今天两位的咨询哈，苏桂梅代表还有慧婷代表。那也谢谢我们所有旁听席的所有人员哈。那这几天我们代表会也很热闹哈，很多乡亲关心我们的乡镇的业务哈，都来列席旁听啊，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公所团队和我们乡长带领的
各科系主管，那还有我们的秘书万金秘书哈，吴一娜，那谢谢大家哈，那今天早上的咨询我们就到此结束，那明天还有我们的总咨询哈，也请大家不吝指教了哈。好，吴一娜，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早上的会议到此结束，那代表会我们的代表同仁们先不要马上离开，我们等一下还有要讨论哈。好，谢谢大家，那早上的会议。